里头恰压压，但有一群人比太阳还热情。2024 Garmin Run 亚洲系列赛台北闵强开跑，上千名跑者聚集大家河滨公园共襄盛举，而其中瞩目焦点还有他。路跑就是长跑这个确实不是我的专项啊，所以比较少参与这种路跑的活动。第二就是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 focus 在教练的训练课表上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比赛的赛程上，所以其实也很难得会有这种机会参与这种路跑的活动。百位名人一同领跑，包含演艺圈运动代表阳光女神陈婷妮以及路跑暖男周杰楷。因为用跑步来认识这个城市是一个很棒的方式，接下来我也会去泰国的 Garmin Run。 2024 Garmin Run 作为亚洲指标级路跑赛事，受到海内外跑者热烈响应，首站台北报名更是盛况空前，21公里赛事4小时内全数秒杀，共有8000人参赛挑战，享受路跑乐趣。